你知道要怎么样让避免死掉吗？怎么样才不会死掉？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，病毒那么多，你怎么办？我们越南现在是因为是等嘛，在等是 vaccine 嘛，所以都是关闭啊，城跟城啊，省跟省都是关闭。哦，嗯，你刚关刚说是，闭，闭城嗯，封闭，对不闭对？城，对，闭城，然后是等，等打针，等要打针，比如说胡志明那边，胡志明那边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越南啊，中，回吗对，？OK，是，这边是喂，回。喂，是。那这边是河内是吗？河内是河内，这边是河内，然后这边都封闭，这边没有门，对不对？是都封没有闭，门，有没有门？有没有门？好像你们都可以走来走去，都可以走，现在都给你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封闭起来是吗？是。哦，那是要打针之后，打疫苗之后。还打开吗？还不知道哎，哦，但是就是要打疫苗，对不对？都是要打疫苗。是，现在台湾是这样，现在到处都在等这个疫苗，打疫苗。可是泰国好像也是在打疫苗，现在每个人都想要打这个疫苗。那打疫苗之后，这个死的，这个应该就会。死的人应该就会慢慢减少，对吧？如果原本会死的，可能不会死。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，那如果我们看疫苗的话，看疫苗，全世界的疫苗，我们看全世界啊。全世界的疫苗，全世界的疫苗里头，全世界那么多疫苗，全世界有。37亿，怎样？那么多，三亿应该是3亿，二十多一个零，二十百千，多一个零，三亿6亿，17亿吗？二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亿。哦，他是这样，没错，全世界的疫苗有37亿，那么多剂吗？三十那么七多吗？亿，37亿吗？对啊，我在想啊，对，没错，对，37亿，全世界有60亿人嘛，全世界的人60亿，全世界的人。有60亿，那现在有的疫苗，在现在全世界有的疫苗37亿，所以全世界的话，一百个人会大概有48.6亿啊，48.6个疫苗，100个人里头有48剂6亿苗，你有？现在全世界已经有的疫苗是37亿剂左右，是全世界。那你知道全世界哪个地方的疫苗最多吗？美国，美国不是最多的，但是美国也是很多的。美国不是最多，但是美国也很多。美国有一百，没，它。一百个人，一百个人的101剂，
然后美国里头呢，它有三。它有三亿多剂，嗯，美国一百个人的101剂，他每个人都可以打一剂。那他美国里头呢，他有这么多剂，三亿多剂的疫苗，美国很多疫苗很多，每个人都可以打，足够每个人打。那你再猜看看哪些是疫苗很多的？有疫苗很多的国家是哪里？嗯，你猜猜看。嗯。加拿大吗？嗯，加拿大它也是很多，但它不是在这前五个里头，前五个前十个都还没有加拿大。在亚洲的一个国家，很多很多疫苗，它有很多很多疫苗。中国吗？中国很多疫苗，嗯，中国的疫苗很多。中国共产党多少？中国现在有的疫苗是全世界最多的，中国的疫苗，全世界就37亿，有15亿都是中国的疫苗。嗯，那这个中国。每100个人里头呢，他有104个疫苗可以打。中国每100个人有104个人可以打疫苗，所以中国说一个人打一剂的话，中国是1剂了。中国疫苗很多，比中国少一点点的，啊少很多啊，就差很多，就少。只有四亿多剂的疫苗，嗯，你猜看这哪一个地方的四亿多？日本吗？日本还是韩国？日本，韩国，不是韩国，在泰国附近，泰国附近是。在中国旁边，在泰国旁边，在缅甸旁边，印度尼西亚吗？印尼吗？印尼的上面，在新加坡还是？在往北边，往北，印度，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疫苗。大概四亿多剂，它的疫苗大概四亿多剂。印度的疫苗，它大概100个人里头30个人可以打疫苗。印度的疫苗，100个人只有30个。虽然它生产了，但是印度人也很多，对吧？印度人太多了，打不够这个疫苗，100个人30个。所以现在好像只有。美国跟中国，他们都可以至少一个人都打一剂，对不对？100个人里头，101剂，100个人里头104剂，每个人都可以打一剂，这是美国跟中国。那你知道？我帮你们看，你知道泰国的。泰国有的疫苗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跟你说，泰国有的疫苗这么多，泰国有这么多疫苗，1508万多个疫苗，这泰国有的疫苗。可是泰国呢？泰国每个人分大概。100个人，21个人可以打疫苗。100个人里头，21个人可以打疫苗，所以差不多5个人打就一个疫苗，对不对？5个人里头一个，这是泰国。嗯。然后越南，你知道吗？越南的，你打疫苗了吗？
我打了，我打了、哦、一次。你打疫苗了？你打哪一个的？这个 Astra。Astra 哦 ，AstraZeneca A C 是吗？是。哦，那你有发烧吗？有发烧一点点，那37.8度。喂，那发烧几天？发烧几天？两天。哇，像感冒一样哎。好，那你知道你是多少人里头打过疫苗的吗？你知道一个多少吗？我还不晓得哎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越南有多少疫苗？越南疫苗只有这么多，只有441万剂，嗯哼，1695剂，那么多剂，越南的。那你知道100个里头有多少吗？嗯，100个里头只有4.5。100个人里头只有4个人不到5个人打过疫苗，嗯，所以还少，还少，对，很少，越南很少，可是你打了疫苗了，嗯，你是很重要的人，所以品种很重要，先打疫苗。到越南之后那么多，然后泰国，嗯，有100个人有21个人打了疫苗，嗯，都还是比不上这个中国，还是最多，美国。就是因为他们疫苗自由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疫苗。那这个是关于多少人得到这个病毒，多少人死掉，跟你要多少人打这个疫苗。那